人戏语，日事趣闻，真日趣闻呢啲。系粤剧戏班原来有一句话叫做入门三不问，唔问乜嘢啊？一唔问人个名，你嘅真名系乜嘢？唔问，只系识个戏名嘅啫。二唔问年纪，三唔问婚姻，点解？我解俾你听噶啦，原来旧时咧做戏又好丑嘅。在鄉下做戲就不給入祠堂的、啊、你出去做戲休槍做春就不給你回來祠堂拜太公的了、啊、又沒有豬肉分的歧視你的，所以呢出來都用戲名用藝名的、啊、有什麼靚雪秋、啊啊、有什麼、周瑜利、啊、改了那些名字就不知道他姓什麼名字，所以呢不想人知道自己，所以用藝名。戲班呢最就忌你唔好问佢真名系乜嘢，只系知道个艺名得啦。人哋唔想俾你知啊嘛。第二个就唔好问年龄，特别有啲女啊，一过咗四十岁啊，三十几啊，年老啊识衰噶啦嘛，系嘛？你问佢年龄，哦，即系话我唔得嘅啫，系嘛？即系话我老啦，要退出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千祈唔好问人哋年龄，系嘛？佢大都好啊，佢做得啊，照攞人工，照出去，系嘛？你就唔好问年纪，问年纪又唔掂嘅。第三咧就唔好问人婚姻。其实而家都有噶，吓、啊、好多都系噶，你结咗婚未啊？系咩啊？咁系嘛？因为咧，佢一啲特别一啲男演员啊，一讲吓、啊，或者女演员一讲咗，啊，我结咗婚噶啦，屋企系咩啊？咁哦、啊，少咗好多 fans 噶，系咪先？好多阿太要买票噶嘛，系嘛？有好多阿伯要捧你场噶嘛？哎，一问婚姻呢啲冇咗啦吓，通通会走噶啦。哎，我捧过第二个啦，捧过靓女啦，系嘛？捧过靓仔啦，咁样嗱。呢啲系旧时嘅习惯，咁咪叫入门三不问，咁啊戏班大家心知肚明嘅，大家都唔会犯呢条规嘅，睇嚟冇乜嘢。但系到而家咧成问题啦，我哋喺编撰粤剧大词典过嚟，好多缺失咗嘅资料。嗱，譬如嗰啲入门三不问，你唔知佢姓乜名乜，死啦！佢原来姓乜名乜嘅咧，唔知道，只识个戏名系嘛？咩小生尖系嘛？小生程文金，咁咩名咧？唔知道。第二，你唔问佢年纪，喂，生戌年都唔知道，啊，知道几年死啊，唔知道几年生嘅系嘛？咁好多历史资料，好珍贵嘅历史资料就缺失噶啦。所以而家呢条垃圾冇咗噶啦，梗唔会入门三不问啦。你净系入嚟要填写档案都知道你几年出世啦，系咪啊？粤剧传统，戏语戏人，今日又讲到呢度啦，下期再续啦。